带他回我的农村老家。这是你家呀？对啊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以后咱俩就在暂时在这儿住了，委屈你了，兰兰。都是因为我爸，要不是他逼着我们离婚，还把你的生意搞黄，你也不会把你的房子卖了赔人家违约金。都是因为我。哎，说这干嘛？前任身外之物，没了咱再赚，咱俩好好的就行。嗯，那我们把房子打扫一下吧。行。我想要个宝宝。啊？现在吗？对呀。不合适吧？这大白天的。大白天晚上有什么区别吗？哎。那行吧，那不许洗个澡。你去吧，我去拿个东西啊。兰兰，我准备好了呀。准备什么？你不是说想要个宝宝吗？哎，我你笑什么？哎，我是想要那个宝宝，不是这个宝宝。什么那个这个什么呀？哎，你跟我出来。这个宝宝，我刚才在村里捡的流浪狗。啊？我真尴尬呀。那你家都有个看家狗，看这小这空落落的，晚上这个贼都不知道。看家狗，你知道看家狗基本要素是啥吗？就他这体型还进来个贼，进来个老鼠，他估计都得绕道走。你看，你看，他这么大，还没老鼠大呢。不管，我就喜欢，是吧，金爷？哎，行，养着吧，一只土狗还。